要先出闸进入这个金色线的闸的。这个呢就是金色线的列车了。那么呢它是用胶轆的，其实呢就有点像单轨的电动巴士啊。咁因为咧，佢用胶轆嚟行驶嘅，咁有啲坐巴士嘅感觉。咁转弯嗰时咧，会系比较慢嘅。咁前面咧就系 Icon Siena。咁等直路嗰时咧，佢会快翻啲嘅。咁全程咧只需要几分钟，好快咧就会到达呢个 Icon Siena 噶啦。咁未去星巴克之前咧，当然要欣赏下呢个咁靓嘅瀑布啦。星巴克咖啡每间嘅价钱其实都系大致一样嘅，咁我哋梗系要去最靓嗰间啦。这个呢就是麦糖多士和中咖啡，总共呢就305G。咁呢你可以下午4-5点嚟食个下午茶，咁同埋可以欣赏埋呢个超柏耶河黄昏嘅景色，係咪好靓呢？咁临走之前咧，我哋都去睇埋 Icon Siena 嘅夜景啦。咁好啦，节目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中意，记住俾个 like 同订阅。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